嗨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好呀！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向日葵姐姐。马上就要放暑假了，宝宝们想去哪里度假呢？今天就先跟向日葵体验一下入住酒店的流程吧。这里是宝宝巴士大酒店，欢迎您的到来。找到了一个酒店，去办理入住手续吧。欢迎光临宝宝巴士大酒店。我想去自助区办理入住手续。那我们先到自助区吧，先使用身份证。欢迎您使用宝宝巴士大酒店自助入住机，请选择入住天数。我想住一天。一天。请选择入住房间，选一个大床房吧。请付款，把钱放到机器里。20元，50元，请拿好房卡，感谢您的光临。注意，要把身份证也拿好哟。小蓝猫也来住酒店了。欢迎光临宝宝巴士大酒店。我先去前台办理入住手续。欢迎入住宝宝巴士大酒店，请把您的身份证给我。把身份证给前台。你想住哪个房间？选一个房间吧。住几天呢？一天。一天。您的信息已登记好，请付款。20元，50元，这是您的房卡，请拿好。一共是70。要去入住了。和这个图案一样的就是我的房间。我的房间在哪儿呢？你要的房间是有一个黄色的三角形。我的房间在哪儿呢？底色是红色的圆形。这是你的房间吗？这个是安全通道图标，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从这里离开。请找出安全通道图标。好呀，我们要找到这些安全出口。对的，这个就是安全通道图标，就是它。还有一个。你都找到了。记住了，找到房间后一定要看看安全通道地图，找到安全出口。找到房间后一定要先锁好房门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把房门锁好，还有链条锁。一天过去了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想要跟向日葵继续度假，请关注我们的栏目可乐姐姐玩游戏。我是向日葵，我们下期再见。